这一题我们利用的呢，也会是利用到平方差的这个公式。来，我们来配一下。299要配200，199配100。当然，如果说你试试看，这个199配200也是可以的，我们可以多方面的尝试。我们首先看这个299配这个的部分，我先把它放在一起。前项减掉后项，再加上前项加后项。好，这个部分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，这个部分写成这个样子。利用的公式是 a 平方减 b 平方会等于 a 加 b 再乘以 a 减 b。 299.5 再加上 200.5 会是500，这个里是99，这里会是300，这里会是99。同学，我们来看一下99有几个？这里有500个99，这里有300个99，所以总共有800个99。800个99，也就是792000。